你好，我是 AA， 今天来分享我最喜欢的百搭吊带跟牛仔裤，蹦出新感觉，蹦！一套呢像蜜蜂一样的衣服，黄色配白色，小胸的女生穿呢会视觉上放大你的，因为它是条纹的，然后它有一点针织，所以会有一种放大的效果。Very like it。这些衣服呢，已经是我蛮以前买的了，可能是已经没有那个链接。你们可以截图这个衣服，然后再去淘宝搜同款，可以多看那个买家秀是不是大概我穿的这样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可以买啦。那第一套我就感觉很清爽，去度假真的是刚刚好，柠檬的感觉，因为黄色很亮眼的一个颜色，它有一点点小露背。如果你今天要穿去摸的话，你可以配一个外套在外面，怕冷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年纪就是怕冷，可是又暗露。就是矛盾题，然后我的下面呢是配一个牛仔裤，反正我每次真的很无聊，穿衣服呢就是下紧下松，不然就是上松下紧。自己做这个公式是不会怎么错的。配了一个宽裤，它是有点微喇叭，有一个小开叉，是穿一个有点厚底的凉鞋，这是厚底的球鞋，真的是会非常的好看，回头率100分。这套呢就是一个迷灰色，一样也是一个挖肩的背心，看起来呢就比较中性风，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子的风格。对于斜方肌比较突出的女生，这边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修饰效果，可以把它压下来，视觉上会有一点小小的修饰。下面就是搭配，也是一个浅色的牛仔裤，本来是还蛮长的，可是我习惯把它折起来，因为我是矮个子，所以把腿露幅度多一点的话，会显得腿比较长。它不算一个短裤，它算一个无分裤，再搭配这种帆布袋，很年轻很样的感觉，学生穿搭。纯色的衣服就是 YYDR， 穿100年都不会觉得腻。我要去上课咯。第三套呢就是甜酷辣妹风，我最喜欢的一个风格，有点小辣，配一个长裤，微喇叭的牛仔裤，显得你的腿无限拉长。比起窄管的牛仔裤，更喜欢这件微喇叭的裤，因为它感觉比较会显气质一点，带一点复古感，也是一个浅色的。我好多浅色的牛仔裤，买深色牛仔裤了。觉得有点冷的话呢，我就会搭配一个这个外套，又美又保暖。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天空的穿搭，蓝跟白而已，觉得很好看。第四套呢就是这一件 baby blue 蓝色的刺绣小背心，它的材质呢是那种毛呢的材质，穿上去是非常的保暖，有一点 hot hot 的感觉，它弹性是很有的，比较不挑人。我买的时候是一个套装，一个外套也是跟它这个颜色一样，这种蓝色真的是很少女，谁可以放过这种 baby 的蓝色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宽的一种宽裤，是在 Uniqlo 买的，我好像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，所以非常的满意。牛仔裤里面最深色牛仔裤了，就是很宽，这个裤呢它很长，所以要搭一个比较有高度的鞋子，不管是高跟鞋还是厚底鞋都可以，感觉可以去见家长的那种气质，很甜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这一套呢我买给我男朋友的，没错，阿公背心，可是太窄的缘故呢，所以我自己就是骗过来了，不只要赢取帅哥们的眼球，我还要赢取美女的眼球，我就会在这个地方搭起来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下面呢是搭配一个破破的牛仔短裤，帅气的一个中性打扮。现在街上没有一个帅哥比我帅。看了妹妹怎么样？要不要跟姐走？进阶版帅哥，暖男通常都会准备这种外套。女朋友如果冷了，就随时给她套一套，整个暖到她心窝。这次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可以订阅我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